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艾。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 SK2 爱用大军。其实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是这个品牌的粉丝，那么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使用过。说起 SK2， 它是保品的专家，真的一点都不为过。但其实它的彩妆品有非常厉害的表现。像艾艾我手上拿这一款呢，就是2015年最新产品 SK2 光感焕白 CC 刷。那么这是第一款含有美白成分的 CC 刷，是不是很厉害啊？待会就要亲自示范给大家看哦。SK2 推出第一款含有美白成分的 CC 霜，光感焕白 CC 霜，含有珍贵浓缩的 Petera 成分，结合长效的配方以及 SPF 50 PA 四个加的防晒系数，是一款针对忙碌女性或者是不喜欢瓶瓶罐罐多重保养的人所设计出来的底妆，一个步骤就可以兼具美白、防晒、隔离、润色以及持久的五种功效。在上妆前可以使用青春露湿敷，我们就把青春露充分沾湿在化妆棉上，然后可以敷在脸颊比较干燥的地方，它可以提高皮肤的滋润度，让底妆更加晶莹剔透而且服帖哦。那么使用完青春露湿敷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个 CC 霜来上妆。那上妆的话，如果用手指，它可以打造出一个快速而且很有效率的妆容，只要稍微推开之后，就完成了一个很清透的底妆。如果你想要比较精致感的妆容，就可以使用刷子来上妆，然后上妆的方式就是由内而外。那么针对像眼周啊有黑眼圈，或者是鼻翼有一些泛红，还有嘴角的部分，可以加强一下，然后也是可以很快速打造一个晶莹剔透的底妆。看完刚爱我的示范之后，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像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款 CC 霜，它很自然又薄透的妆感，而且如果你不小心睡过头，只要花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漂亮的底妆，赶快来试试看吧。